我要混淆视听。其实我没被感染，但是我要混入他们的队伍。功利的态度，蹭啥？好热，今天。大陆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不是只剩他一个吗？对啊，那我拍你，那你跟我小凯你死了吗？对啊，刚刚被他拍了。你居前死了吗？我居前死了。对啊，居前死了被他拍无所谓了。哦，好。看到大陆像看到虫子一样。自己给自己给卖了，傻孩子，本来演的挺好。